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九妹，我们今天要继续玩 Evil Land 2， 就是进化之地二。那我们昨天玩到的剧情是已经，我推测已经是从穿越到50年前变成穿越到50年后，也就是说五十，所以也就是100年后穿越到就是未来。那在未来当中呢，它这个游戏的逻辑是这样：随着你回到越过去，你的画面越简陋；你回到越未来，画面越精致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未来的时空当中呢，我们画面变精致了，现在是 3D 的模组。然后呢，昨天我们解完了这个过桥的任务之后呢，现在女主角 Love 啪啪啪发现自己的家乡好像变得怪怪的，所以我们就要进来这个城调查。八旗王，快看快看啊！我在看啊！昨天已经这个昨天看过啊，对对对，还是给大家复习一下，这里好像是挖矿还是怎么样，整个土地村子都不见了，我的东西都不见啦。但是女主角笨笨的齁，女主角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又穿越。我本来还抱有怀疑，但这下可能这并非我们的年代，我们得搞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啊。这就昨天都有啊，对对，我们要去吉诺瓦城，我们就去吉诺瓦城调查一下。这就吉诺瓦，未来的吉诺瓦不知道变成什么风格。再次强调，这个画面比《仙剑六》好。你现在正在进入伟大的商业之都，哇！现在整个都商业化了，好潮哦！商人信徒，商人信徒，一整天的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就只有商人和信徒，真疯狂！是不是每个人都变成商人和信徒？他应该在讽刺现在的资本主义，每个人都变成商人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这么高深。我靠，这是哪里啊？哇，还会这样自动开门欸！哇，从巴比特变成这种风格。这是哪里啊？我的天啊，玛丽恩，我告诉过你多少遍，不要把布料弄皱。你就是一点，你都没有完美的心思。末日使者要求完美，我这边信仰变成末日使者了。我为先知服务，它代表着末日使者。不知道未来的时空变得怎么样。夫人要求增多，我怕他胜过怕末日使者。甚至不确定那个人真的存在，而夫人的正相反，我再确定不过，所以夫人是虔诚的信徒。我无意间亵渎了，请不要像，哇，是白色恐怖就对了，这是末日使者的图片。这高帽好潮。马德威尔先生，你好，那个市民，马德威尔先生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你是谁？我只是个众多商人中卑微的一个。早在帝国时代，我的祖父就已经是商哦。帝国时代就是我们来的那个，我们来的之前就是50年前的时代。他是真正的英雄，帮助那些在战争期间需要吉诺瓦的人。福格威尔王朝大灾变，大灾变发生于60年前。也是帝国战胜。所以我们穿越到60年后，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，只知道大陆南边发生了巨大爆炸，不知道跟我们打爆那个马基史有没有关系？吉诺瓦没有完全幸免，随之而来的骚动最终导致帝国灭亡。哇！所以在我们穿越的这60年当中，帝国灭亡，但是商人恢复了秩序。我们继续问商人。大灾变后，我的父亲和他的商人拯救了帝国，他们建立了商会，他会采取必要措施来挽救吉诺。在混乱之中，必须有人快速行动。伟豪，晚安，伟豪，晚安。民兵被组建起来代替军队，过去的皇家征税被废止，让位于一个更公平的体系，从帝国变到商业体系，其实就在讲我们现在的社会。我们现在现代史也是这样，从帝国主义，然后到最后现在资本主义，不知道会不会讽刺现代史的一些事情。所以这边是商人很兴盛。司马格是什么？大灾变的爆炸留下一个裂口，里面是这种奇怪的物质，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，人们叫它司马格。我们的科学家很快的发现这东西被能够当作能源，商人们宣布了对司马格买卖的垄断，并建立了一条专线把它运往吉诺瓦。所以司马格是在类似汽油的东西吗？
自那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烧斯燃烧斯马格吗？不知道是不是类似汽油的东西帮助我们。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，尽管来找我，我定当竭尽所能。当然，你需要等价交换，我可不做义工。我说这个年代资本主义是没有义工的啊。不晚了哈，调查完了。这边调查完之后进一段剧情啊，不是，对啊，是石油啊，一个准确讲是石油，不是汽油，因为石油提炼出来除了汽油之外，还会有更多的衍生物。大大灾变，我的村子被斯马格吞没。再看看吉诺瓦的样子，八七王，那个真的是我们的未来吗？这是你想要的未来？他没有提到恶魔，恶魔就被灭掉了，他们一定藏在某处，我可不会相信他们都消失了。手背表示难过，这可不是这里的首要问题。我的村子，我的父母，所有人都死了。父母60年后也是该死。马奇王，我们必须阻止大灾变发生，所以我们要回到过去嘛，所以要去找马基斯，然后阻止大灾变。我理解你的痛苦，乐福啪啪啪小姐。但如果真的有可能改变事情的进程的话，我们应该拯救我的人民开始。啪啪啪应该不理他，那是不能被改变的，手背。恶魔被打败是历史的一部分，他讲的也没有错啊。嗯，他讲的也没有错。我上学时就学过，这是过去的事，但这里发生的事，那里还没有发生。这也是蛮哲学，到底你要改变哪一部分的事实？可能是在你的过去吧，乐福啪啪起来。但对我来说，你的现在是我的未来。你的现在是我的未来，严格讲也没有错，因为我们是先穿越到收贝的年代，再穿越到现在。帝国可能会发生什么和我没有关系。我希望我的人民能够活下来，而不是被我的敌人抹除。点点点，如果帝国没能打败恶魔，那可能会改变一切。我的意思是，可能我根本就不会存在，这太冒险。以自私的角度来看，啪啪啪讲的好像也没有错。哎，我的 LINE 要关掉，等一下我关一下 LINE， 不要再敲我啦。哥现在开直播不会回的啊。哎，这个谬，这个挣扎，就是任何牵扯到时间议题的故事都会。解释到，就是你改变的过去，未来可能会被抹除，就是蝴蝶效应。谁知道到底什么能够被改变，什么又不能？这很可能是所有已经存在的东西，也可能我们早就过来这里，已经做完这一切。不管怎么做，什么都不会改变。这个很复杂，不讨论了，就看他们讲什么。告诉你吧，收贝，我 TMD 不知道，但我一定要试试，这是我唯一能做。你呢，八旗王？你相信我们能改变时间吗？我不管回答什么，这个游戏好像没有支线哦，所以回答什么都一样。那我就不相信，不相信就生气。你们只是悲观的人，你们两个。如果可以，你觉得我们应该改变什么？我们应该改变，两者都改变，这样两个都开心，两者都改变。谢谢你，固态瓜牛，好感度加加，我就知道你是靠谱的。你确定吗，八旗王？这很冒险，可能会打破世界的平衡。但我们还是需要逆转的时间，所以就是要找下一个马基斯吧。不管怎样，先找到，对啊，找到一块马基斯。这样的话，我完全同意收贝。我们去图书馆找些信息。好哦，那去图书馆了啊、哦。Go go， 听到了吗，八七王？我们走吧。再度合体，叫个两等收贝出来玩。哇，两等收贝打得好痛、哦。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商人旅馆吗？我们刚刚跟我们刚刚那个戴高帽的人是大陆上最有钱的富商啊！哇塞，还是防具店呢？我的甜心，有一天要带你远离司马格烟，去到精灵之森。哎，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精灵，只有恶魔跟人类。然后说精灵那边的时间永不流逝，所以那边是时间暂停的状况。哇，是一个时间停止王国。SMO 帝国更想去永冻之地探险，爱能温暖我们被冻伤的身躯。哇，他要求婚呢！我是你忠实的骑士，就在这边求婚也太不浪漫了吧！你的愿望就是对我命令，这根本是 N 啊！好闪，我的挚爱，我的宝贝，我让我妈妈跟他，他是妈宝哎，一个妈宝。哇，突然很煞风景啊！
果然生气，我把整件事都忘了。点点点。哎呀，做人不能妈宝，就算是妈宝，你也不能讲出来，一定要隐藏到最后一刻，都已经结婚证书都拿到，你才能够讲这个。哦，宝箱，上啊！红黏黏，红黏黏可以做红药水，上啊！你好，朋友，我们出售很多高质量的设备，都能使用司马格能量，好好学。哎呦，司马格腰带，司马格靴，好，都买都买，防御力减三是啥回啊？防御力减三，我看错啊！那个天堂要防御力减越多越强啊！好，先买靴。双脚拥有司马格的味道，好，算还是买买看哦。司马格腰带怎么会防御力减三？那是翻错了吧？不可能减三的。好了，买完了，买完了，出售可以卖哦，古剑卖掉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减三了，因为我原本的腰带更强啊！哎呀，浪费钱了，因为我原本的腰带更强，我原本有一个那个青铜腰带比较强，啊，不是青铜腰带，是那个什么矿物石的腰带，好吧，那白浪费钱买一个腰带，无所谓啦，这个游戏钱不是很贵。门徒在先知的，啊，先知在我那个时代就有了，在我们来的时代就有了，就是那个魔法师嘛，是不是？图书馆应该在这里，几乎位置都差不多。图书馆，看吧，起王皇家图书馆。我不确定他现在什么样子，但他在我那个时候，因为库存的大量档案而出名。我敢说，要是我们去那，就能够找出很多关于这个时期的资料，也很有可能会有马基史的线索。我们要再找一块才能够回家，因为带来我们这里那块被毁掉。但是嘛，即使非常稀有，就算找到一块，该怎么激活它？更别提它可能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全新的时代。手背，别再这么悲观了。你虽然老，但是你还是老。除了尝试，我们还能够干什么呢？点点点，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。我的人民，我的儿子，他们都死了。怎么突然变这么悲观？我想收贝还需要一点时间适应，我们试着尽快找到信使。好了，去图书馆了。这扇门打不开吧？搞笑吗？图书馆只向研究们开放，只有他们有钥匙。是啊，我知道。话说回来，谁会想看书？完全没有。研究员，研究员在哪里啊？这，哎，旅馆的位置被商人工会取代，是不是？好，看起来像研究员戴眼镜哦。哦，真的，他是研究员。我似乎找不到钥匙，该不会在地下水道吧？100%确定把它放在这里，我必须找到它才能继续对灾后社会中为经济至上体系的研究，为商人所处的主导地位提出科学解释。咪咪去哪儿？咪咪是他的谁？他的儿子还是、啊、他女儿还是他老婆？靠，他也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他老婆在哪里。咪咪是谁啊？哦，对啊，这边的餐厅叫麦当劳啊。前几天的直播应该就有。哎呀，咪咪不见了！咪咪出来，这扇门打不开。咪咪这名字听起来像猫咪呢。我每次在这个城啊，这，这一看就觉得是咪咪啊。首先，先把这一切都检查一遍。咪咪，你拿到钥匙吗？哈哈，拿到了，好极了！我还不跟踪你，你呢？瑞本，拿到地图了吗？瑞本，我怎么觉得你看起来是半透明的？我拿到了地图，太棒了！在此宣布，只有书，没有玩具，行动开始！哦，他们要去图书馆，我们跟着他们。我也这么觉得，超级咪咪行动，我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啊不，咪咪，这不是你一个人行动，这是我们所有的。这样的话，我想，萨库和他朋友们行动超烂，绝不，凭什么拿我们的行动里只有你的名字？
三个小屁孩。是我偷了我爸的钥匙，如果我被抓了，至少3天我都没有甜点吃，根本就没有惩罚嘛。这风险最大、啊。对，这咪咪看起来蛮像安妮那个 skin。我只想要读图书馆里藏的书，没有玩具可真无聊。那么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行动叫做瑞本之书行动？他们三个都超自私哎、欸，三个自私的小女生。我、哦、感谢酷比比647300两等续订，感谢续订。我们回基地选名字如何？基地在哪里啊？哇靠！你们还有基地啊？坑爹啊！还有基地啊！我不要跟这些路人讲话，哥，我要冲主线。基地应该也不会在麦当劳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旅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刚好提到是旅馆。对对对，应该就是旅馆。啊，看到，我刚已经看到在旅馆中间。刚刚对话有讲到，我还宝箱啊，上啊！奇怪，刚怎么没看到宝箱啊？这是空的，什么东西是空的？啊？我只是路过，我想帮助你。固态瓜牛行动，我们提议这个行动名称叫固态瓜牛行动。还行，来选个。我想帮助你们，真的吗？听到了吗，咪咪？他要帮助我们，不会这样就相信吧？那要帮什么？帮助你登大狼？好问题，帮什么？哥哥帮你们三个带入成人世界，可以吗？我正要问，那你想要帮我们什么？我只需要钥匙。你要回答正确，偷书。你们是白痴吗？哇哇，一个被呛哎、欸、啊！那拿玩具，想帮助你拿玩具。靠，又回答错了，难搞哎、欸！这三个玩具在这边是非法的，帮助你们只需要钥匙。喜欢直接的人，哇！所以他要我们帮忙，他要我们帮忙他们去图书馆，然后拿到一本书给他。是，你保证是，千真万确绝不反悔是，或者说你用生命担保是。哇！试了四次，遵守诺言就没什么好担心。他获得钥匙了吗？不会。图书馆的样子，不会图书馆是一个超级大迷宫吧？好啦，啊，应该跟他们讲讲话，这样就拿走了，乖乖。遵守诺言，你就不用麻烦。好啦，各位去图书馆了啊，还不来怒冲。